Indianer Hund und schreit so laut, ihr könnt!
但是他说我们那边叫老板喝完的，他说老板在酒店跟学员聊天，我的妈呀！他管人家爱的地方了，那爱的那么嘛，那爱的最厉害了，我每天到那都是阿妹。爱的阿妹那是最。Thank you.